啊，你要这么说就通顺了，有懂的吧？举肉，这都得吃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都得练，哎，锻炼身体。再考你一个，看你这。买了一箱，看我从本上买乒乓球。哎呀，什么乒乓球？乒乓球怎么会？乒乓球不对，乒乓球我会，乒乓球。乒乓球，乒乓球，您这癫痫犯了。乒乓球，乒乓球，妈乒，我们这，大家猜不出来了吧？哎，您帅招，猜不出来我告诉你，这什么运动呢？叫什么呀？比赛完了扫扫地。这动作多标准！我您这算运动？我干过。就是都得会，强身健体，这是最重要。身体好才是一切都安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就喜欢运动，而且对，而且还会什么呢？再考你别的行吗？来呀、看这个啊，糊了，糊糊了，太极，对，这个好，太极。行，你看你二姨都说了叫太极，哪儿我就出来二姨呀？太极拳，还有这个。嘿，气功啊！跟你说了，太聪明了，知道这是什么？干什么？骑马蹲裆。哎，骑马蹲裆。骑马蹲裆算什么运动吗？当然，武术。对，太极拳已经加入咱们这个运动会啊，奥运会的项目都得练。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运动，他最喜欢的是武术。哦，你喜欢武术？对了，跟着我师傅好好学习。哦，您师傅怎么了？我提起我师傅，那太厉害。我师傅啊，想当年我师傅一跺脚，四九城烂颤。嚯，那是哪年呀？地震那年。哎，能耐多大？我跟你说，那得哪哪都震。知道吗？那叫本事啊！前两天跟我们一哥们许哥一块儿吃烤串儿，啊，师傅跟人打起来了，哟，打了俩多小时，二十多个大小伙子打我师傅一人，愣没把我师傅打趴下。那有功夫，捆树上打的，就有人打架，就是不打架。您那不废话，是不是？就练练着都不打，就得跟他学功夫。哦，打小时候练了什么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十八般兵刃咱都练过。嚯，还都练过？当然。都有什么呀？十八般兵刃啊，十八般兵刃呢？刀枪剑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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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枪。十八样，一个多一个少啊！别废话了，我跟您说，您说半天就四样，四样，刀枪剑戟十八样，十八般兵刃一样一样精通。哦，当时说我出来的时候不能带，为什么知道吗？怎么着？现在开两会了。不是，这个平时也不能带啊，真的不能带这个东西。就是，当然说我前两天我出去开车，手上不能拿太多了。那怎么着？开着车出去。搁到后备箱里，刚走到咱中国边境啊，警察过来拦住我，拦住了，不是检查，我这吓得我也慌，检查，你检查呗，你检查，你横什么呀？我横啊！警察过来打后备箱，他一打开，我这十八般兵刃啊，刀枪剑戟，刀枪剑戟，你别说，您这就死呀，知道吗？就是十八般兵刃展现在前面了，交警一看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现在开两会？你干嘛去？你带着这东西干嘛去？你说我也恨他，你干嘛呀？我带着东西，我去韩国。是，我把乐天把它给拆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福气。你是不是交警说一声吗？怎么着？我给你开车，咱俩一块儿去。是功夫有的是。哎呀，小时候学什么？什么呢？银枪死咽喉。哦，这是真功夫。哎，油锤灌饼儿，灌饼儿，油锤灌饼啊，灌饼。对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不练，他们练的都是油锤灌饼。知道什么叫油锤灌饼吗？油锤灌饼听说过，说一个人躺好了，脑袋这边，脑袋这边整三块砖，上边落七块砖，抡圆了拿大铁石咚砸下去以后，脑袋没事，上下的砖都碎了。那不叫什么本事？咱们知道吗？怎么着？火车头灌饼。晃晃，这么新鲜啊！我知道，这火车那停着，您过去，来，哎，换一下。不是火车开起来，开什么
我骑那小黄车，一块钱那小黄车，也挺时尚。骑着那小黄车，绿色环保啊，走到杨村，走那北京到天津城际快速，哎呦，那是最快，撞的最快。我在这等着啊，火车高速行驶过来，我拿脑袋当我就过去了。咱这脑袋一点事没有，嘿，你可多厉害！身子到天津了，哎呀，身体大，你这都撞碎了，都撞碎了。咱也有肌肉，知道不？你也有肌肉，咱这个肌肉在骨头里边镶着。你是螃蟹，螃蟹吗？肉长里边了吗？就是我这个肌肉啊，不怎么显怀。那你是没到月份。咱小时候咱这胳膊啊，小时候这胳膊跟杠子似的。哦，是啊，当然了，就咱这大腿，跟梁子似的。哦，就咱这腰，跟水缸似的。就咱这脑袋，跟傻子似的。什么？你这不信我呀？我怎么信你？我拿出我这十八般兵刃来，我跟这刀枪剑戟，我到底你别拿了，你手上今天就四样。不是四样，这些个都练过。最拿手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是拳脚。哦，这个您拿手。小时候练过啊。像什么孟苏七世拳，哦，这还真有；寸锦张关东拳，斜传新秋拳，正思禅风拳，怀德摔彩拳，燕青跌架拳，李逵硬弓拳，三皇跑步拳，补鹤双形拳，不少。还有达芬拳、米祖拳、太乙拳、太岁拳、五祖鹤阳拳、太祖七十二式拳、一通拳、二元拳、三趟拳、四通推拳、四把岳家拳、五虎拳、五虎爬山拳、六合拳、六合八法拳、七圣拳、七星方六拳、八仙拳、八极拳、九阴真龙拳、十二连麦拳、十二勾拳、十拳带拳、一十二内闪三拳、二十四八法拳、三十六地府拳、七十二横拳、小十拳、一百零八罗汉拳，真不错。还有飞虎拳、伏虎拳、青龙拳、蛟龙拳、螳螂拳、拜鹤拳、大黑拳、大蟒拳、有鼠拳、牛拳、虎拳、兔拳、龙拳、蛇拳、马拳、羊拳、猴拳、鸡拳、狗拳、凤拳、豹拳、猪拳、鹞拳、飞虎真拳、白拳、通背拳。还有大成拳、小成拳、大成拳、内家拳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阴家拳、阳家拳、霍家拳、赵家拳、蔡家拳、莫家拳、朝阳拳、排山拳、高山拳、功力拳、金刚拳、白眉拳、多靠拳、太极拳，有空手、行手、行手拳、行你心意、如意拳。好。还有披胸霸拳、别胸跳拳、弹胸外拳、绷带外拳、南拳太极拳、北拳大拳、劈挂手拳、自上拳、阴阳太极拳、武当太极、五行拳，这话不错。就这些拳，咱最拿手的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宋氏地躺拳。宋氏没听说过呀？没听说过啊？来了就是朋友，今儿来了这么多好朋友，这见了面了也不容易。这么着，我今儿给大伙练一练这个宋氏地躺拳。练完这个宋氏地躺拳，跟您说了，腰不疼了，腿不疼了，觉得就这事儿啊，挺好。哎，先别说那没用的，第几年会一个宋氏地躺拳，给咱们在座的好人们练一练，你看怎么样？咱们说练就练，来了这么多好朋友，既然想看，咱们就给您都拜拜拜，就咱们练练。你管不着，咱说练就练，最拿手的宋氏地躺拳，说练就练，骑马蹬蹬是咱站好了说练，咱就练，哎，好。您这是地躺拳？我这傻子抽风来了。